到底想干嘛？还你东西。那我东西呢？不在我这儿。把材料还给我。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我的发夹是什么颜色？第二个问题，我们结过婚吗？记得至少写。 一直都在撒谎，你为什么一直要逃避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不觉得这样对我太狠了吗？我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完成这幅画，我才能保留对他的爱，我才能永远跟他在一起。什么意思？ 这些年你一直在不断的失忆，虽然你不记得我，可是我知道你现在做的话是在为我而做，你还是爱我的，请你不要再逃避自己的内心了，好吗？我爱你，对不起，但我现在没能力爱你。 今天有爱我吗？那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有，会结婚。什么有会结婚？什么时候结婚？<笑>那今天爱我有几分？今天爱你100分，每天都爱你。不可以100分，给你90分，因为要有10分，让你更加爱我，要有10分的增长空间嘛。 今天偷了婚纱店的钥匙，闯进来拍照，那下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你好漂亮，太美了。什么？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。什么？嫁给我，我爱你。我也是。